族长，三族已然应允，不会陷入我族金族的战争。是，哼！只要击溃金族，夺回圣器，我们木族称霸南疆，指日可待。金族大巫师巫术高深，你真对付得了他？哼！有那位大人传给我的无上神法。 巫师必死无疑。凶神保佑，两百年了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！刚才那女子，可是合欢派的金平儿吗？ 你一直都和他在一起吗？没有，我与他毫无瓜葛。你能陪我走走吗？ 还记得当初的七脉会武吗？那场比试是我输了。那时你无论道法修行，都在我之上。其实我输了。我知道，你在最后关头故意收手。可我当时好胜之心难消。 大姐姐，能帮我把果子扔过来吗？不小心掉了。你可要接住了。大姐姐，你好漂亮。后来，我们共赴空桑山，与魔教众人厮杀。 与英灵妖魅缠斗，你不顾性命救我，我也就一般对你了。那时你我身陷绝境，我也未曾害怕过。若是当时就那样和你一起死了，我。
我也心甘情愿。到后来，流波山，通天峰，事情一桩桩，一件件，我却只能看着你渐渐变了。直到那天，诛仙剑下，那位碧瑶姑娘替你挡那一剑之后，我便知道，你再也无法回头了。你真的。这又是何苦？我不后悔。十年了，我心中还是记挂着你。如果可能，我情愿放弃一切，跟你一起到天涯海角。可是，终究是不可能的。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青云门养我育我，师父更是疼我爱我教我。我无论如何不能背叛师门。今日对你说这些，是要你明白我的心意，然后在你面前断我这十年的痴心妄想。今晚别后，你我再见，就是你死我活的仇敌。十年来，我痴念之余，便在后山舞剑。今晚，就让我舞最后一次吧。心思张扬，乌篷老将摇光，水上几人惆怅，孤灯煮菊早被凡间遗忘。轻盈
时光在眼中结冰，默默求灵魂倾这世间情爱真是让人断肠，可怜这般出色的两个人却像是傻瓜一般。怎么，你不喜欢我说他是傻瓜吗？其实我这千百年间的愿望也不过是想当一回傻瓜，然后也有个傻瓜好好待我而已。那女子说要断情绝义，但方才她剑指鬼力之时，心中不知有多盼望鬼力能跨过去。只是若是鬼力跨了过去，她也就不是鬼力了。想要破除她心中枷锁，当真是千难万难。算了，情有千千结，则要他们自己去解。将来的事有谁能说得清楚呢？你说对不对，小辉？前面就是马头山，穿过山道便是七里洞，我们走吧。